1974年1月19日上午10点20分，西沙群岛海面，天空薄云遮日，微风。海上指挥所总指挥魏明森手持望远镜，他隐隐的担忧，他预感到大战一触即发。 望远镜中，魏明森忽然看到敌舰炮口火光一闪，一缕青烟升起，南越海军四艘军舰向276编队开炮，几乎同时，376舰的后37炮果断激发，一时间海面上火光四起。据档案显示，炮声响起的时间是1974年1月19日上午10时22分，至此。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。刚才我们说到了，身在276号舰上的官兵们发毛的是，为什么自己的船先中弹了呢？这是1976年以西沙海战为背景拍摄的电影《南海风云》中的片段。 画面中的舰长面对入侵的南越军舰，本想要装填火箭、深弹击退敌舰，可是他忍住了，最终下定决心不打第一枪。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？中央军委一再重申，不打第一枪。作为海上总指挥的魏明森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可是如果魏明森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， 这炮弹怎么会先于南越的炮弹砸在16号舰上呢？在之前对峙的5个小时中，魏明森下令，全体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枪炮上膛，待命激发。同时，命令各舰要严格控制，不得走火。在战场上，如果不先打第一枪， 那是要吃亏的，但如果先打了第一枪，那么在政治上又会处于被动。有什么办法能既不先开第一炮，又能够及时的反击敌人？秘密就在于我海上编队战士们的脚已经放在了激发炮弹的踏板上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南越舰队的一举一动。 对峙僵持中，当396舰上的战士们看到南越军舰上的炮口火光一闪，海上编队的炮手们迅速脚踏激发板，炮弹几乎与南越军舰的炮弹同时出膛。那么后来为什么会有人说是我海上编队先开的第一炮，或者说是后开炮的我海上编队，炮弹却率先落在了南越军舰的甲板上呢？ 其实，这只是因为我海上编队的炮口径小，炮弹的初速高，而南越使用的都是大口径炮，速度也就相对慢一些，才会造成我海上编队先开了第一炮的假象。其实，魏明森早就知道南越军舰会先开火，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们需要把时钟 往回拨5个小时。1974年1月19日早上5点50分，中国海军271艇的瞭望塔里出现了情况。南越军舰四艘，分为左右两群，以蟹潜行慢速向中方舰艇方向合拢而来。有敌情，271艇立即拉响战斗警报，紧急起锚，雷达开机测定。 左侧南越4号陈庆余舰，5号陈平仲舰，距我27号艇约2500米，而右侧的南越10号陆涛舰、16号李昌杰舰群距27号艇只有不足1000米。1000米有多近呢？85毫米主炮，炮弹初速每秒800米，也就是说，眨眼间， 炮弹就可能落在南越的军舰上。
1月19日5时50分，南越四艘舰向琛航、广金两岛进发，企图偷袭并占领两岛。396编队从广金到西面拦截南越16和10号舰，271编队从广金到东南海面监视南越4号和5号舰。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见岛上有人，便先开枪射击。早有准备的守岛军民用刺刀还击登岛越军，迫使他们撤回舰上。而另一路，琛航岛上数十名登岛的蛙人把头盔背在身后，拔出手枪和匕首，蹑手蹑脚地匍匐朝岛内前行。蛙人们尽管小心翼翼，但由于地形不熟，还是会时不时地发出蹭到石头的声音。这一切都被埋伏好的中国民兵看在眼里。随着民兵排长的一声令下，原本想搞偷袭的蛙人却被打了个伏击，落荒而逃。我军这次打退的蛙人正是越南军队的精锐。东南亚各国中，越南拥有几乎实力最强的蛙人部队。越南蛙人可以前置距离战舰3-4米处引爆水雷，从而破坏战舰体。他们攻击船只的手段有水下伏击、放置爆炸物、摧毁桥梁等。越南蛙人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强？下面这个事例最能说明。1964年5月1日，6名越南蛙人趁夜潜入港口，用磁性水雷炸毁了美军卡德号航母的动力舱。20分钟后，这艘1.5万吨级巨舰沉没。就是在今天，越南蛙人部队仍然存在。近日，越南频频派蛙人在我国所属981钻井平台海域非法强力干扰我方作业，向该海域大量布放渔网、漂浮物等障碍物。但是这样一个部队在40年前企图侵占西沙海域时，就被守岛的中国军民打得落荒而逃。琛航岛上登陆失败，南越随即转变方向，准备利用坚船和大炮的优势从海上攻击我海上编队的军舰。从接下来的情况看，南越海军真是一点都没有把我海上编队放在眼里。7点57分，何文鄂指挥南越16号舰李长杰舰斜插向396编队，直直地冲向正在前行的389舰。直插过来的16号舰就这样横在了半道上。南越16号舰此举是什么意思？很明显，挑衅。看看你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胆量，我挡着你，看你后退不后退。与南越16号李长杰舰面对面斗争的是我海上编队扫雷舰十大队的389号扫雷舰。389舰是6610型扫雷舰，满载排水量590吨，最高航速14节。在南越驱逐舰16号舰面前，389舰显得要小上一号。面对着16号舰的挑衅，有一个人耐不住了，他就是389舰的舰长萧德万。面对吨位是自己4倍的对手，萧德万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冲上去。389舰85毫米炮的装弹手杨宝和在事后对这一幕记忆深刻，一起来听听。舰长一看急了，炮舰他过来帮我们，很可能他当时他那个心里就是给你，就是王婆我跟你拼了，下了一个口令，高速就冲航线，就没改变航线，就没改一点，按照原航线冲航线。看见389舰不想躲避，南越16号舰反而退缩了，眼看着就要撞上，南越16号舰开始倒撤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两艘舰还是撞上了。早上8时5分，南越16号舰撞上了389舰的左舷，389左舷分舵鲸和部分舰桥受损严重，有的战士差点因为船的震动掉下389舰。
两舰相撞后，三八九舰立刻与南越十六号舰拉开距离，继续对峙。与此同时，在战场的另一边，四号、五号开始对靠，企图挤走我海上编队。我参战舰队先是按兵不动，待南越四号、五号舰接近到我二七幺编队五十米时，二七幺编队两艇先退车左转，继而右舵进车，停在南越五号舰舷外一百米处，隔在海岛与五号之间，形成二对一局面。我海上编队仍占主动，一退一进两个动作，把猎潜艇的机动性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随后，我二七幺编队再次动车转至南越四号舰舷外漂泊，依旧保持二对一的局面，并与南越四号舰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努力寻找合适的位置，意图开战时能先集中攻击四号。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先攻击南越的四号舰呢？因为魏明森判断，四号是他的指挥舰，擒贼擒王是战斗的重要法则。这是南越四号舰的照片，照片是在我方舰艇上拍摄的，当时我二七幺编队正在与南越四号舰对峙。从照片上可以明显的看出，南越四号舰的炮口正对着我二七幺编队，当然我们的炮口也正对着他们。双方对峙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后，突然两声枪响打破了宁静。九时四分，南越四号舰后甲板机枪突然鸣枪两发，射向不明。我参战舰艇立即向敌发出警告，你首先射击，我向你提出严重警告，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警告连发三遍，南越方面收到信号但未作回复。突然南越军舰上出现奇怪的一幕。那奇怪的举动就是一名南越军官突然从舱里窜出，冲到刚才开枪的站位，狠狠地扇了机枪手几个耳光。南越海军接下来的动作，炮口归零，并开始动车向西南方向的深水区退去。炮口归零的意思是，火炮身管由瞄准状态转为上扬四十五度，意为友好，不会动。不论是否意外，南越舰队的走火把进攻的主动权交到了我海上编队的手里。此时我海上编队可以借机先发制人，但是他们却选择了收队。那么作为海上总指挥的魏明森，当时他的心里是怎么打算的呢？七杀海战打响后不久，为何军力占优势的南越舰队边打边退？在实力悬殊明显的情况下，除了贴身战，我海上编队对南越海军又会使用什么战术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。根据现代舰船杂志对魏明森的采访，八十多岁的魏老回忆道，当时风浪很大，南越舰队选择退到深水区，当时的形势对于我海上编队来说十分的不利。那么魏明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判断呢？双方派出的军舰都是四艘，但是差距非常悬殊。南越方面的四艘都是先进的美制大舰，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，总吨位达到6000多吨。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。我海上编队的四艘舰艇总吨位加起来还没有南越一艘舰吨位大，最大的火炮口径85毫米，仅有3门，而且是人工操作，而南越已经实现了自动或者半自动。其实这个时期我海上编队不仅在武器上处于劣势，在单兵防护装备上也十分不足。
魏明森之子魏西南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，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况。当时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舰艇都还没配钢盔啊，你不光是指挥员，站位上也没有钢盔啊，所以那场仗打完了以后呢，我记得我父亲他们在日记里讲到，急着叫这个什么呢，就是后方啊赶紧给他们配发钢盔。这么一对比，我海上编队要想取得胜利实在是难，但是这仗必须得打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魏明森认为深水区不利我方，得另择战机。就在同一天，1月19日早上7点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北京，叶剑英第一个到达了作战指挥室，邓小平紧随其后，一起听取战前汇报。到了上午10点多，前方来报，南越军舰突然向中国舰艇开火，中国舰艇立即坚决还击。这个消息让作战室里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。叶剑英站起身，向在场的参谋人员询问前方战况。当得知我海上编队的跑后发制人的消息后，77岁高龄的叶剑英手往桌上一拍，对前线参战舰队下达命令，狠狠地打，坚决消灭敌人。南越方面下达开炮命令的就是他，南越指挥官何文鄂。他当时正在南越5号舰陈平重舰上，他在回忆录中说道，当时就是他一声令下，南越4艘军舰首先向我海上编队开火了。在开炮之前，何文鄂接到一个指令，当时南越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杜建通过无线电联系何文鄂。杜建问道，鲨鱼五号你们是不是已经到位了？何文鄂回答道，我们已经就位。杜建告诉何文鄂，那么开火。何文鄂不敢确定，让杜建再一次重复，以确定自己没有听错。于是何文鄂准备执行命令向我海上编队开火，可是在他下达开炮命令之前，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，先撤退。魏明森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，他握了握手里的望远镜，紧盯着南越舰队，因为此时南越舰队又在重复着开战前的行动，后撤。西沙海战打响后不久，南越的4艘军舰便开始一边打一边往后退，我海上编队则开足马力，毫不减速，一直追着南越军舰打。在战争开始时，我271编队距离敌2000多米，冒着炮火，在多次被敌舰的炮弹击中的情况下，全速逼近，紧紧咬住敌舰不放。激战中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，我方的小船紧追着南越大舰打，南越的舰队一边打一边往后退，而我海上编队则是紧追不舍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？南越4艘舰在吨位、体型上都大过我参战舰艇，在军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。南越军舰向后退是为了拉开距离，让火炮才能在有效射程内发挥最大的威力。我海上编队紧追不舍的原因也在于此，参战舰艇上的火炮适合快速短距离射击，必须要与南越军舰之间保持足够近的距离进行贴身战。南越边打边退，我方是边打边追，在与南越军舰的贴身战中，我海上编队在安全距离之内对南越军舰进行着有效的打击。除了与南越军舰进行贴身战，魏明森在海战开始之前还对我海上编队进行了统一的部署。魏明森计划2艘打1艘，打指挺舰就有了271与274艇打南越4号陈庆余舰。
战场另一端，三八九和三九六集中火力攻击十六号李昌杰舰，同时我海上编队确定重点打击敌舰的耳、眼、嘴及通信天线、雷达、指挥所三处的作战方针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一开战，魏明森马上下令全舰开进南越大舰的火炮死角，同时重点攻击南越海军的四号陈庆余舰。魏明森的意图很明显，要打就打领头的。魏明森判断南越四号陈庆余舰是他的指挥舰，而实际情况是何文鄂所在的五号陈平仲舰才是南越的指挥舰，于是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幕。在战场的南端，二七幺编队与南越四号舰、五号舰展开激战，主攻位置靠前的四号陈庆余舰。但同时在战场的北端，三九六编队与南越十六号、十号激战，受到炮火猛烈攻击的是位置靠后的三八九舰。魏明森对南越指挥舰的判断出现了失误，很显然南越也没有能准确地判断我海上编队的指挥舰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？也许最浅显的两句话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，那就是跟着我上和都给我上。魏明森认为指挥者当然应该冲在前面，所以主攻位置靠前的南越四号舰，而何文鄂这边理所当然地以为指挥舰是最后面最安全的那个。在开战之前，何文鄂是信心满满，他认为凭一样武器就可以迎战我海上编队，而这件让何文鄂如此倚重的武器就在南越四号陈庆余舰上。南越四号陈庆余号护卫舰的战斗力是越军中最强的，南越五号陈平仲舰上的 MK 三零型127毫米炮虽然口径大，但必须依靠人工装填，射速慢，而四号陈庆余舰上的 MK 三四型76毫米舰炮则是全自动炮，射速可高达每分钟50发，作战效能远远高于127毫米炮。魏明森下令二七幺编队主攻南越四号舰，在贴身战的指导下逼近南越四号舰，用火炮速射甲板。南越四号陈庆余舰上的76毫米全自动炮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最后全部失灵。关于南越四号陈庆余舰上的76毫米全自动炮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何文鄂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有着不一样的描述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陈庆余号位于陈平仲号西南，同样炮口指向左舷，瞄准274号。攻击一开始，陈庆余号就报告他的76毫米自动炮出现故障，必须等待修理，这使我感到不安，并对我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困难。几分钟后，陈庆余号76毫米炮重新尝试开火，还是不行，但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。又过了几分钟后，陈庆余号第三次尝试失败。以何文鄂的说法，76毫米炮在开战后连一炮都没打就报废了。不论哪种说法，此时在南越四号陈庆余舰上只剩下20毫米机关炮用来抵挡271艇的攻击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271艇的形势也不容乐观。1月16日，海上编队指挥所正式确定魏明森任指挥员，271为指挥艇。紧接着魏明森接到命令，19师紧急出发，271艇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航行前的检修。再加上271艇上的85毫米主炮年久失修，激战中多次发生故障，在开战22分钟激发了50发炮弹之后，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。
开战没多久，在南越大火力攻击下，274号猎潜艇被南越海军发射的炮弹击中。274艇指挥台中弹，政委冯松柏和副艇长周希通中弹牺牲。就在271艇主炮发生故障的时候，距离不远的274艇，除了主副炮、主辅机、磁罗盘外，其他的系统全都被打坏了。那么，在南越5号陈平重舰和4号陈庆余舰的攻击下，274艇还能够继续战斗吗？274艇冲锋岛距离南越军舰只有200多米时，电舵已经完全失灵，舰艇如脱缰野马，失去控制，一度陷入南越5号编队交叉火网。在指挥系统完全瘫痪的情况下，274艇指挥罗梅胜用手势传令，以车带舵，开始全速退车。274艇立即停止狂奔，向后退去，并利用其前主炮进行连续射击。到这里，我们得说，南越海军在海战中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用穿甲弹打小艇。在海战中，274艇至少被南越5号陈平重舰的127毫米舰炮命中5发，但是还可以在指挥系统完全失灵的情况下继续奋战。但是，要把5发穿甲弹换作是爆破弹，就算是大型的驱逐舰，也得受重创或被击沉。那么，穿甲弹与爆破弹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一般来说，穿甲弹是用来打大型军舰的，因为大型军舰船壳厚，需要穿甲弹去洞穿目标，起到杀伤效果。而打小艇就恰恰相反，穿甲弹对它来说也就是一穿而过，最多就是留俩窟窿。只有靠爆破弹的爆炸威力，才能对小艇构成致命杀伤。南越舰队在海战当中使用的多为穿甲弹，用它来攻击我海上编队的小艇，这无疑是南越舰队战术上的一个失误，但同时，它也为我军的胜利埋下了伏笔。与南越的战术失误相反，魏明森在开战之前就确定了重点攻击南越的火炮、通信天线以及指挥台的方针。在271编队连续的几波小口径火炮速射攻势过后，南越指挥舰5号陈平重舰上的电台被击中。身在陈平重舰上的南越指挥官何文鄂在回忆录中说道，陈平重舰上的电台开战没多久就被击中，以至于他根本就无法获得第二战区的战斗情况。那么此时的第二战区中的396编队面临着什么样的境况呢？在战区的北方，389舰受到了南越海军16号李长杰舰和10号怒涛舰的集中攻击，舰上多处重弹爆炸，并引发了大火。389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，在舰长肖德万的带领下，仍然努力跟上编队射击南越16号舰。1月19日，西沙群岛，中国海军正与入侵的南越海军激烈交战。战斗进行到此时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海面上的情况。在广金岛的西南方是中国海军271、274号猎潜艇对峙南越海军的4号陈庆余舰和陈平重舰。在广金岛的西北方向是中国海军的389号、396号扫雷舰对峙南越海军的16号李长杰舰和10号怒涛舰。为了鼓舞士气，舰队的政委拿起了大喇叭，冲大家喊道：“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不怕牺牲。”可在当时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，很多战士根本就听不见政委喊出的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。据389舰上的炮手黄德胜回忆，
当时只看见政委拿着大喇叭在喊，可喊什么不知道。伸手一摸，脸上全是血，战后才知道耳膜震破了，耳道出血了。当时不止黄德生一人，舰上的战士80%都有这种情况。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，大多数战士都听不清命令。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就要靠战士们的职业军人素养。无论是吨位、火力还是速度，389舰都无法和南越方面的美制大舰相比。只有近战才能够削弱敌人的优势，显现自己的特长。当时389舰上的炮都是人工操作，距离远，射程不准。为了进行有效射击，我389舰冒着炮火高速驶向敌舰，一直从1000多米逼近到距离敌舰只有数十米。战况有所逆转，按照魏明森部署，贴近战，我军占优势。南越的军舰，我方的舰艇小，我们贴近它的船舷底下。南越军舰的炮有一定的射程角度，只见南越军舰的炮打向海里，拿389舰没招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出事。389舰上配备了一门85毫米的火炮，火力非常强大。但是因为出发匆忙，舰上的一些设备还没有整修调试完成，就匆匆赶来赶去。到了连续射击的时候，主炮的炮栓忽然关闭，大炮卡壳了。卡壳了，怎么办？是等还是退弹？按照操作规程，是不能立即退弹的，这样做相当的危险，有很多炮弹刚刚退出来就爆炸了。可是等着，那么攻击南越军舰的最佳时机就溜走了。一个名叫刘占云的战士首先冲上前去，用手把滚烫的炮弹给硬生生的拽了出来。没有丝毫的犹豫，防火手套也来不及戴，刘占云拉开炮栓，把这颗滚烫的炮弹硬是给拉了出来。389舰上的炮手们迅速把这枚炮弹扔向大海，这颗炮弹没有爆炸，炮手们继续装弹向敌舰射击。虽然战士们的表现非常英勇，但南越海军舰艇在火力上占有明显优势。战斗中，389舰被连续击中，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南越选择了使用穿甲弹，受到攻击最为严重的就是萧德万所带领的389舰。副机舱被打出了一个大洞，海水瞬间就涌了进来。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，一名战士愣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了这个大洞，以保障了389舰能够继续战斗。我手中拿的这本是1983年4月第一次出版的西沙海战的小人书，它详细记录了西沙海战的全过程。这本小人书从第47页一直到第57页，记录了这个用自己身体奋力堵住漏洞的战士郭玉东。389舰的弹药库里，郭玉东正忙碌地将炮弹送上甲板，突然一发炮弹从舰尾左侧打来，舱内顿时硝烟弥漫，海水从弹洞涌入。中弹的郭玉东知道海水的大量涌入势必会给战舰带来下沉的危险，一定得把弹洞堵住。他带着重伤站了起来，操起一个最大的损管塞，迎着海水奋力向洞口堵去。可是弹洞的口径远大于损管塞的口径，海水依然扑向舱内。郭玉东再次被海水冲翻，他抓住舷梯站了起来。这次他拿起呢子上衣和损管塞，连同他自己一起扑向了注水的洞口。弹洞堵住了，虽然堵上后仍有小股海水流入，但389舰的危险
大大降低了。郭玉东牺牲了，他临终的一幕让389舰、85炮装弹手杨宝和在西沙海战结束36年后接受采访时仍然声音哽咽。不但要苦期货，期货有些东西还爆炸啊，就把它烧化了，烧的找到了几块骨头，基本都烧化了啊。它烧化了以后，我们这个人体它有油啊，有脂肪啊，啊，它在那个它当时那个堕落的姿势，它在那个刚埋好，记住，那么一个人影儿呗。这是我们以后才知道，都看，都给他挑大门了。当时郭玉东只有21岁，西沙海战之后，他被追为一等功，并被誉为海上王继光。正是因为郭玉东舍命堵漏，才保住了389舰。可是南越对389舰的攻击并没有停止。海战开始之初，在魏明森的指挥下，396编队集中攻击南越16号李昌杰舰。在密集的火力攻击下，南越16号舰多处中弹，退出战场。这时，南越10号怒涛舰从背后撞向389舰，遭到两面夹击的389舰多处中弹起火，舰身开始倾斜。在爆炸中，389舰发动机组也被摧毁，全舰顿时停电。389舰停电了，这直接导致电舵失灵。电舵失灵怎么办呢？389舰围着南越的10号舰转了5-6圈。肖德完就是让389舰围着南越10号舰也打了5-6圈。南越10号舰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动力丧失。这时389舰的舰长肖德完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，撞上去。10:35，389舰和南越10号舰相撞，两舰又马上脱离开。389舰上的战士们心里想着，如果能把10号怒涛舰撞坏了，那389舰被撞坏起火也值得了。抱着与敌舰同归于尽的心态，389舰冒着炮火冲了上去。仅仅几分钟之后，两舰再次相撞。相撞后，两舰船舷相接，几乎连成了一体，连对方舰艇上士兵的面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389舰上的战士们拿起冲锋枪冲上甲板，对着南越10号舰猛烈射击。此时10号舰也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南越士兵再也不敢在甲板上探头了。389舰和南越10号由于距离实在是太近了，火炮已经用不上了。在肖德万的号令下，战士们端起了冲锋枪，在389舰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也派上了用场。秘密武器就藏在这幅画中，士兵们手里拿着的手榴弹。海战中使用手榴弹确实少见。只见389舰上的士兵们从船舱里扛出火箭筒，端起了冲锋枪，手榴弹更是雨点般的落在了南越10号舰上，一下就炸开了花。这也就造就了海战史上罕见的海上拼刺刀。389舰冒着大火，舰上的战士们用手榴弹击穿了南越10号舰的指挥室，击毙10号舰舰长以及指挥人员数名。在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中，南越10号舰的指挥台轰然倒塌。这难道是肖德万在389舰上的战术运用吗？其实根本不是。当初389舰前往西沙的时候，我海上编队根本就没想着要打海战，没准备打仗，
那389舰是去干嘛呢？直到他从榆林出发，都被告知是要给守岛的民兵去送给养的。这几箱子手榴弹就是拿给守岛的民兵用的。可没想到18日一到，就遇上了南越海军，跟他们对峙上了。更没有想到这几箱手榴弹居然在这个时候就派上了用场。敌我2舰海上拼刺刀后，南越10号舰在我389舰不远处开始剧烈爆炸。在黑色的火焰中，只见南越10号舰的士兵开始一个一个的往海里跳。严重受损的389舰此时再也没有能力给南越10号舰最后一击。但389舰上的官兵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在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，396编队集中火力进攻南越16号舰，抵不住389舰85主炮攻击的16号舰，得到指示后很快的消失在远方，退回了珊瑚岛。16号舰被396编队击退本无可厚非，但是到了1999年，当年南越的指挥官何文鄂的回忆录中，对16号舰的离开却有着不一样的解释。15分钟后，李长杰号报告引擎室中弹，船身侧倾，速度降低，他要求撤出交战区域进行修理，我批准了这一撤退要求。因为我意识到这艘驱逐舰用一个引擎航行，速度缓慢，并且在侧倾，如果它继续战斗会成为敌舰的好目标。何文鄂对李长杰号是否有能力克服技术困难继续作战有信心，更让何文鄂担心的是，如果李长杰舰继续战斗被我海上编队当成目标击毁怎么办。于是何文鄂批准南越李长杰舰退出战斗。中弹退出战场没有什么稀奇的，稀奇的是在海战结束之后，南越广播电台对李长杰号如何中弹的报道。của HQ5 đã vô tình trúng vào HQ16. Phân đoàn 2 gồm HQ4, HQ5. 李长杰号退出战场的主要原因是他竟然被他的友舰5号陈平重舰给击中了。一发127毫米炮弹从水面下击中了李长杰号，直贯轮机舱，但是炮弹并没有产生爆炸，只是机舱进水了。借着这个原因，十六号舰退出了战场。可此时，十六号舰又回来了。在389舰与10号舰海上搏斗后，2舰都已伤痕累累。此时面对突然从珊瑚岛返回的南越16号舰，我海军389舰又将如何面对？中央军委又做出怎样的指示？明日档案继续为您揭秘。1974年西沙海域，南越16号舰重返战场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海军389舰如何应对？如此近距离的攻击，无疑是最后一搏。我海军编队如何用小艇击沉大舰，以弱胜强？对南越10号舰展开了一轮致命的攻击。乘胜追击，收复西沙，南越又有新动作。我东海舰队紧急支援遇到了什么难题？传说中蒋介石为我增援舰艇护航是真的吗？这是中国海军对外海战第一次胜利，档案
南海风云第三集，收复西沙，为您揭秘。